你要是不原谅我，就算我走到天边，我也不会宽恕自己的，我会终身遗憾的，妈。我真的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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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求你开个门吧，妈，你这把门开开吧，妈，妈。大哥，大哥，妈，把门开开好吧，妈。行。妈，我们会走到哪儿，我都是您的儿媳妇。走了，妈，进屋歇会儿吧。进屋，对，进屋吧。妈，慢点啊。行了，扶着我。妈没见你，你别怪她。妈就是那么个人，在她心里最重要的人，她总是黑是黑，白是白的。等她想明白了，你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，不找你帮着。你也不用劝我了，该做的我也做了。妈就是不原谅我，我也不能怪罪她。我还会给他打电话，请求他的原谅。到那边，好好照顾自己。行了，走吧。大哥、三弟在外边等着呢。妈连送我也不愿意。说这些了，赵明，会想你，想妈，想咱们全家人。好了好了，啊，哭了啊！我多想再看妈一眼，哪怕就一眼。
小琴，你马上要走了，我和老三呢也没什么好送你的。这段首饰呢，拿着，算我们哥俩一片心意，收着吧。不，大哥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，你跟老三还自己留着吧。哎呀，可以，行不行？二嫂，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你就不要再争了。嗯，收拾吧啊，收拾。小琴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既然是大哥和三弟的心意，那你就收着，收下吧。那我就谢谢大哥、三弟了。谢什么谢？好了，上车吧啊，上车，差不多时间，走。大哥。啊。小琴啊，怎么了？我跟赵明惹出来的事儿，妈到现在还不能原谅我们。我走之后，赵明跟妈之间的矛盾就靠你们俩帮着化解了。这事儿不怪他，要怪都怪我。二嫂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。我们哥三个从小到大都在一起的，互相关照。倒是你，一个人在外头要照顾好自己。到了那边就给我们来个信儿，也让家里人能够心里踏实点啊。那边我会马上给家里来个电话。我在妈面前是个罪人，妈到现在不能原谅我。这是我临走前最大的遗憾。小琪，妈，小琪，你既然决定了自己去上学，那就好好学习啊。问你爸爸妈妈好啊。咱们家已经有一个博士了。你这个博士要是学回来，咱们家可是有两个大状元了。妈，我一定会拿到博士学位的。小琪，一路平安。如果这里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，尽管跟我说。小丽，谢谢你。我祝你跟大哥能早日喜结良缘。这是妈给你的。你看你这一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。妈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我就织了件毛衣，到那边冷的时候挡挡风。妈，行了，快走吧啊。妈，对不起。小琪，妈知道了。妈，小琪，不哭了，没事啊。行了，啊，走吧，他们送送你，妈就不去了啊。不哭了，快走吧，别晚了。走吧，东西都带齐了。走吧。走了吗？喂，是天意大酒楼吗？我想找一下你们的窦总。啊，没关系，我想今天晚上订一个十个人的包房。算了，让你们窦总直接打给我吧。你记一下我的手机号，15875978779。谢谢。
你给忘了。喂，瑞瑞，有什么事你可以说。你干嘛呢？我这不要走了吗？正在收拾东西呢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又开始抽风，你是不是？窦兆辉同学，你马上就要赶赴我可以虐待你的疆场了，你就等死吧你！还不快快好好求求我呀！求你啊！没门！赶快去帮我干活，在你没有虐待我之前，我要先好好虐待虐待你。来，把这些东西给我放在走廊的大箱子里去。快点！有你这么指使人的吗？还说追我呢你！你就别废话了。我问你，我们的海货到底能坚持几天？最多两天。两天。这样，你马上呢给港口打电话，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到？啊，哎，你亲自去，一定把这事情给我落实了。马上去办。守义，你要走了，我还真不知道该跟你说点什么。哎，你想听我跟你说点什么呀？你是不是爱上我了？少臭美吧你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可是哥们儿，纯友谊，别弄得跟像谈恋爱一样。对了，瑞瑞，你不想让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梦中情人吗？如果要是我的话，咱就不免谈啊。我说你那脸皮怎么比那城墙还厚呀？真不是我呀？那算了。你说吧，你想让我帮你分析他哪儿啊？是他的脑袋呀，还是他的脚啊？跟不跟你说，我还得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呢。我说你没毛病吧？你让我帮你分析他，你还征求他的意见？你是脑子里面进水了，还是故意在耍我呀？你不知道恋爱中的女人智商都特别低吗？哼，我看你根本不是谈恋爱，你是在幻想，幻想你梦中那个人能够接受你，对不对？哼，拿不出点具体的事儿来，还翻来覆去跟我说。就你这点小伎俩，蒙我难点儿。哎，要不我请你吃饭吧？请我吃饭？嗯，好啊，请我去哪儿吃啊？嗯，天印大酒楼吧。那儿不错呀，像他们家的南瓜鱼翅，还有燕窝粥、大闸蟹、葱爆海参，还有胡椒狮子头什么的，都是我最爱吃的。不过他们那儿地方特色也不错，像有名的清水的清蒸甲鱼，让你吃了这次还想下一次。你怎么对那比我对那还熟悉啊？那是啊。干嘛呀？别傻站着了，快走吧，去晚了还没有地儿了。不去了，你换个地方吃西餐。喂。窦兆明，我知道辛小七走了以后，你心里不好受，和妈的心结也没有完全解开。可是，你总不能整天愁眉苦脸的。你现在是审批中心的主任了，
你应该高兴才对。小丽，你在妈面前那么一跪，我当时都想哭。那是我和大哥三弟商量以后这么做的。我们总要在妈面前替你解套吧。我可想不出这样的主意，所以你也别放在心上。小琪来信了没有？妈到现在还不肯原谅我。德昭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个人就是心太重。妈毕竟是妈，她迟早都会原谅你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振作起来。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才能的人，现在又在势头上，你不能因为这些家庭琐事而埋没了你的才华。你跟大哥的事儿，妈又问了吗？当然问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了。既然你没有嫁给大哥的意思，还是找个时间赶紧说清楚。我也这么想。窦兆明，你有空的话，主动的多回家看看。妈现在有气，一时半会儿都消不了。只要你多回家看看他，让他能多见到你，这样时间长了，慢慢的戏就会撒出来的。咱们俩找个地方吃点饭吧，坐下来慢慢聊。我不去了，你今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有重要的事情，我立马就放下了手头上的工作，我现在得马上回来把它做完，下午还要等着用你。小丽，不差这个吃饭这块功夫啊。我真的不去了。你自己去吃吧。真没想到啊，你的性格真挺好的，刚才还是乌云压顶呢，现在你就阳光灿烂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种人活得肯定时间长。你别惹我，你别以为我听不出来，你不就想说我没心没肺没脑子吗？哎，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这么回事，千万别误会啊。那你就想拍我马屁，我跟你说，你别拍马蹄子上，小心我一脚踹死你。没看得出来呀，你这心真够狠的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哎，我之前跟你说的那家牛排店就在那儿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好。哎，小丽。是啊，又成立了那么一个审批中心。马总，你猜这个新的审批中心主任是谁？杜科长。姑奶奶，高人啊，一猜一个准。哎呀，这一下他可是一个有实权的人物了。哎，怎么一提到姓窦的你就打怵啊？你怕他什么？我怕他什么？我是怕他手里的权力，你看，又成立这个审批中心，门槛比以前更高了，我们怕迈不过去呀。这是你笨，别人怎么能迈过去啊？行了，别在我这儿发牢骚了。我们上回合作的不错，说说下一步打算，我听听。打算是有。哎呀，马总，哎，马总，现在又有一批货源。跟以前一样，也是市场上的紧俏货。嗯，怎么样？这次还是我去组织货源，你负责销售渠道。接着说。只是我有点怕这个审批中心这道坎儿。你看这个窦科长，哦不，现在是窦主任了哈。你跟他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是吧？这一回生二回熟的道理，我想你应该明白吧？你就是按照正常的申报手续报上去，没准就很顺利的批下来了。那好。我就借你的吉言，我再去试试，要弄不定还是你出面啊。那我走了。好，来，哎，再见。
哎，你想什么呢你？啊，来这半天了也不说话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我能有什么心事儿啊？这不是要离开校园了吗？嗯，有点恋恋不舍的。我就觉着吧，这几年在学校的生活，是我最美的，无忧无虑，什么担子也没有。不过这劲儿一过去就好了。老三呐，大哥跟你说啊，你上大学念博士，就是为了当医生吧？嗯，现在你的梦想呢，马上就要实现了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啊，是吧？对。大哥，咱拉那边可没缓过劲来呢。你说我这要是一上班，估计肯定不会太清闲。二哥那头呢，又是刚刚新官上任，你看他那股冲劲儿，估计也不会太清闲。那咱妈这面就拜托你和小丽姐来照顾了。大哥跟你说吧，你和你二哥两个都是能干大事儿的人，比大哥强多了，对吧？以后家里的事你不用你操心，你和你二哥俩好好的闯事业就行了。妈这边有我一个人照顾就可以。大哥，你和小丽姐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？你们想不想继续下去呢？哎呀，我是没有意见的，可是你小丽姐总是不吐口，我一个干着急有什么用啊？哎哎，三弟，大哥问你，你觉得我和你小丽姐能成吗？我觉着吧，只要小丽姐同意，你们俩过的肯定比任何人都幸福。不过这事需要点时间，时间我有，我等着。那你要真这么喜欢小丽姐，你该冲就得冲了。我哪有那冲劲儿啊？我怕我冲猛了，我再把事弄砸了怎么办？笑啥呀你？啊？笑我是吧？没有，大哥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喜欢小丽姐。你要真喜欢她，你就该冲就得冲了，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。哎呀，可我这心里总是胆儿突突的，你说。大哥，你说你和小丽姐的事儿吧，我也不好去问二哥。你问过二哥没有？他现在什么态度啊？我跟你二哥呢提过这事儿，他呢没提什么具体的意见来，倒也没反对。我琢磨着呀，他既然没反对的话，也就同意了吧。啊，我跟你说，三弟，起初啊，我觉得这事儿这挺别扭的，可后来我想一想呢，那这没什么呀，你看。咱们哥仨都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嘛，这兄弟永远是重的兄弟情义。如果你二哥没有成家的话，打死大哥也不会想我和你小丽姐之间的事儿，懂吗？但现在你二哥呢，已经有了辛晓琪了，我想他应该支持我。你说，现在二嫂没有在二哥身边，那二哥对小丽姐会不会？老三，你要说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把你二哥想那么脏，他是你二哥。大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听我把话说完行吗？你说。你说，现在二嫂不在二哥身边。咱妈现在就要抱孙子，我她是指望不上了。我现在没有那个时间，那你说咱妈指谁呀？不就得指上你了吗？对不对？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说你二哥什么。哎，大哥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替你到小丽姐那儿去探探风。如果她是同意了，你俩赶快把事儿给办了。那如果要是不同意，你们俩也别谁牵得住谁了。这点事儿不能再拖下去，拖下去啊，你俩都会变。反正三弟了解你大哥我呀，你知道我想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要真的有这个心呢，你帮我好问问你二弟，你跟你。
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解决的。好，好不好？放心，拜托我身上，。我正好刚要给你打电话，你就把电话打过来了。找我有事吗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，我想你要这两天不忙的话，就多回家陪陪妈，也好帮帮我。就这事儿？嗯，没问题。哎，你找我是不是也有事儿啊？巧了，我也是因为这事儿，我怕你晚上有安排回不了家，所以就捷足先登了。我能有什么安排呀？下了班我要是不回家的话，我一个人还寂寞着呢。就是听妈唠唠叨叨的，也像唱歌似的，总比我一个人没人理强吧。那走吧，咱回家听咱妈唱歌去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先去推车啊。哎，小丽姐，不用了，我把大哥的车也开来了，这两天这车就归我了，我要给你当专职司机。这太好了，我有专车了，快走。走吧。那我就走了啊。哎哎哎，伟上伟上。啊，我说啊，你今天就别骑车回去了。坐我的车一起走吧，啊！不了，你走你的，路上我还给家里买点东西，骑车方便。哎，别着急呀，我要跟你说个事儿。哎，还记得我原来研究一半的 CUI 课题吗？当然记得，这才几年，也就是两三年前嘛。我还纳闷呢，这么好的东西你把它放下了，太可惜了。不是，这几年不是又要医改又要更新设备，我还要时不时的参加各种会议，又要出国去考察，这心里啊总是踏实不下来。现在总算安定了，我呀想把它捡回来，重新开始研究。你是搞业务的，整天忙于事务上的事儿，丢了专业，你也觉得可惜吧？还是你了解我，句句话都说到我的心里去了。啊，李畅，这样，你也给我安排安排，让我每个星期最少上一次手术台，我也得动动手啊，不然我这个手术专家倒真的徒有虚名了。好，我给你安排。哎，好。哎，你看，这是我新改写的一部分，也不知道符不符合现在的形势，你给我看看，多提宝贵意见。好。我一定好好拜读啊！在这里边呢，我又加了些新的东西，创新呐，不创新就没有进步啊！哎，你真的不坐我的车了？走吧，那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哎哎，东西真不少呢。妈，去吃点水果吧。妈，那先放这儿吧，吃点水果来。放这儿吧。妈，来，坐这儿。哟，国光苹果，妈，以前在老家清水的时候，你吃多少也没有够，来吃一个。在清水的时候，那会儿的日子多开心呢，大家伙全在我身边。哎，妈，您尝尝呀。小丽，你和小光的事儿这么长时间了，妈想问问你。你爸爸妈妈都说什么了？他们不同意。在他们眼里，可能对大哥小时候的印象太深了。小丽，其实这爸妈的意思是供你们参考的，对吧？大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。
这个窦兆明，他当初要是听我的，现在还有辛晓琪的份儿啊！妈，咱们不提这事儿了啊。小丽姐，现在只有咱们三个人了，我也就没什么避讳的了。你现在对大哥是不是还在犹豫啊？你要是不同意，就给个痛快话，也省得咱妈唠叨，大哥老期盼着。本来就是一家人嘛，没什么不能说的，是吧，妈？对，是啊。这事儿我一直在想，我心里也很乱。妈，三弟，你们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，好好考虑考虑。大哥要有合适的，也别耽误大哥。妈听出来了，你不想做妈的儿媳妇儿，是大哥不配你。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再说了，我做你女儿不是一样吗？小丽，一样，一样。对我真的很残忍吗？行了，不早了，你们俩都歇着去吧。妈，我没事儿了。妈，躺会儿吧。啊，小丽，就按你说的，你好好想想啊。我有句话想跟你说，波儿也在。你和小光不管好的成好不成，这辈子你就是妈的好闺女。你记住了。妈，我刚才真担心您激动过度了，又要晕过去，这可就是我跟三弟之间的责任。没事。小丽，你好好的仔细的想想，窦兆光这个人，他是文化水平低，他要是没本事，不懂得道理，他
他能把他那酒店做这么大吗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他头两天跟我说，他底下准备做一个更大的饭店，小光人好，他正直、勤劳、能干，方方面面，长得也不错啊，是吧？小丽，你好好想想，要是跟他过日子多好啊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这窦家，要没他，真是撑不起来啊。妈，这我知道。大哥人好，也能干，可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。小丽姐，这事咱就不说了。妈绝对没有强迫你的意思，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是不同意，就早点跟妈说，这对你和大哥都好。妈，那您早点休息吧，我们先出去了啊。哎，早点歇着吧。嗯。几点了还不起来吃早餐，是不是想让我一口一口喂啊？我说你别喊啊，他昨天晚上回来的晚，你让他多睡一会儿。我看他就没什么出息，现在还不起床，不想上学了。他前两节没课，我把闹钟给他上好了。哎，最近忙什么呢？我忙什么？我可不像你大老板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哼，还不都是些忙些医院的事儿。哎，我可提醒一下啊，以前你挺重视业务的，最近当了院长，可别把业务荒废了。不会，我已让伟昌给我安排手术时间了。另外，我重新捡回了几年前丢下的血外课题，前半部分已经完成了，在伟昌那儿。让他给我提意见了。什么课题？洗碗，你知道的。哦，洗碗，对对对，知道。行，不走了，车子下面等着呢。洗碗。三弟，哎，大哥，给，健身去了，打打球，锻炼锻炼。我把小丽姐送到他们单位去了。啊，怕你用车，所以把车给你送过来了。行，咱妈怎么样了？咱妈还那样啊，不过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她心里那股火没有压下去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白天呢多陪陪咱妈，不能让她一个人待着，要不然整天胡思乱想，知道吗？哎，大哥，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。这两天有我陪着咱妈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我怎么也得好好陪陪咱妈了。哎呀，弟儿啊，妈没白疼你。过来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大哥。你是想问小丽姐的事吧？对呀，说什么了？哎，小丽姐在咱妈面前表过态。啊。她说这事儿吧，对她来讲还是太着急了，她需要点时间再好好考虑考虑。行，这结果也可以，毕竟是终身大事儿，对吧？让他想一想。那个，对大哥有什么评价没有？那评价当然高了，说你人好又能干。那个，大哥，可是你们俩之间这事儿吧，问题不在于你，在他。没关系，那就等呗，是吧？还说什么了？大哥，你说爱情这种事情吧，咱俩都没有经历过，谈恋爱跟结婚完全不一样，随时都会出现变化。他选择你，你也可以选择他，他要是选择别人，你也可以选择别人啊。不是，小丽姐一直在犹豫，所以你还是做个心理准备，万一这事你俩要是没成，谁也不会太难过，你说对不对？
大哥知道了。哎，大哥，要是有喜欢的，别犹豫，该下手就下手，只要你满意，小丽姐那边我去跟她解释。老三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等你小丽姐的回信。大哥不能干那种一条腿踩两只船的事儿，懂吗？大哥，你说什么跟什么呢？还一条腿踩两只船？对呀、啊，你现在就在岸上，还没上船呢。行行行，别瞎说了啊！给你，这两天我不用车，你拿着用吧啊。那我先开了啊，慢点慢点慢点，走吧，走了啊，走了啊，走吧。妈，哎呀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，你吓死我了。妈，你这人坐着干嘛呢？我看孩子玩。看孩子？孩子有什么好看的？辉儿啊，嗯，你看啊，咱们现在呢也上了班了，妈妈想问问你，你今后怎么办？你自己的事儿不想想啊？转眼又是一岁，霜染的鬓发难掩一年年的泪，相拥怀抱暖你的身躯，这一生注定写满悲欢交织的